好了，我们又回来啦。这次我们今天的 video 呢，就来做一些好 upload 啦，来做一些好看的啦。我们继续玩那个沙巴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玩看啦。那听说那一个好像有抽奖了，那听说好像有抽奖。那我们今天不能少过这个东西啦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啦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吧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起 ，OK， 好了，我又回来了，两秒钟的回来 ，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款游戏啦。那我可以去试玩的。其实我有 download 的，我有一个新的游戏，好像叫做 Smash Cops Hit 的，那个好像。那个是烂游戏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试玩。如果可以试玩的话，我们就下一个影片才试玩吧。那好啦，那121块钱要怎么处理呢？OK， 好了，那我们来试看啦。有一个听说有一个那个东西哦，它是可以的。光年套件库 ，OK， 打开，紧张哦 ！Oh my god， 谁呀？光哥冻你眼睛啊！我冻你眼睛，就跑了！问了，哇，太多了，这个最少了嘞，这个，那下一个武装卡牌，打开。普通的咯，早期也普通的咯，普通的。哎呦，轮胎 X， 你的卡牌已经准备出去了。这个打开三张了，终端技术箱。Oh my god！ 哇，双胞胎不是三胞胎哦，哇 ，triple kill， 耶！太多张卡牌了咯，要卖掉哇！这个2000块哇！古罗动力引擎啊，哇！啊，那上了呢，吓死我，真的是质量技巧赛。现在好像不用了。收藏品 ，SS 好像是可以升级的。S 我升级那个我的最棒的那最棒的 butterfly 车。OK， 好吧，就在这边了啊。我的布加迪威龙都是1587吧的，不是很少吧的。我的这个 like my boss for 1664 423比较早一点啊，过两秒就可以。Hyper Sport Zero Distance 2.X 跟这可以玩，这可以升，这可以升，升。完毕啦！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，是一个什么来的？无法购买啊！怎么无法购买啊？哇哇哇哇哇啊！哇！这个是怎么样玩的呢？你有4张 W16，哇！完成比赛就10个代币啊！哇，爽哦！10个代币，我现在293个代币，哇！可以趁机赚多一点钱哦。这个不够钱。啊，怎么104的？我刚刚买东西没？哦，没有啊，刚刚没有的。那我打快点啊！啊！哇！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八大发！哎，我又要用那个嘴力。我穿背心很冷哦。这里开光的话，这里。哇，
没有，我不管你，我打你，我真厉害，我很快，我很快，我很快，我老公，我中间一个最惨的，怎么走这边不了？快点，走这边不了。哇，中了难能飞哦！你懂设计很惨的吗？要飞行你飞的你都不知道。我这样成魔哎，巴嘎你坏了！水平过去。Oh my god! OMG! 转转转转 ，Go！Go！ 哦，他死了！哦，他死了！他死了！真的！哇！激动的面动，我有看错吗？有看错，可能眼睛有一点呆错。激动的面动，哪里有可能会赢呢？没有理由的嘛，没有理由的。拉法拉利哦，拉法拉利有厉害哦，巴甘尼回来的跑哦。他 A 哇1661，这个1660哦。巴甘尼回来1662，他1661都可以赢哦，可能是他的那个撞车啊，有一点白痴啊，然后他的可能他电脑啊有一点白痴啊，然后我们之后有一点白痴哦，就看看呢、怎么改装呢、可不可以改装呢？可以哦，可以。可以改装。哪一个比较好了？迷你这死挂了哦，这个不用了啦，离我都没有什么分值。这个卖出去啊，低的我也没有的啦，卖出去啊，没有用到了，C的我也没有用到，没有用到，C的全部卖出去啊。这些就要留着，因为这也比较应急呀、这可以出去啊，然后我的东西就不见了。早期技术可以留着了，应该。好吧，那今天我们呢玩到这里了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，无可用数据哈、哦，阿萨追踪器，哇，那这边升级哦，本机多人游戏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玩的阿萨 Expert Airborne 狂人标准霸极速风云，那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有那个什么哈。那个这个什么啊，看一下九分钟，这个 Five Nights at Freddy 的啦，那我也是要什么的，我 也可以的啦，那我们试试看下一个影片就拍这一个吧，就尽量这两个都拍吧，还有这个 Minecraft 啦，我们就试完啦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